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今天的视频是如何画热裤的版型。三个维度，上腰围、臀围、腿根围，三个长度，裆深、臀高线、裤长。距边一定距离，画前中心线。1:3的比例尺。距边10厘米，画腰围线。立裆线高26厘米。臀围线高18厘米。前臀围宽1/4臀围加1厘米。后臀围宽1/4臀围减1厘米。1/4前臀宽，画前裆弯。总裆弯中点，画前挺缝线。1/2后臀宽等于后裆弯，中点靠侧缝多加1.5厘米，画后挺缝线。侧缝抬高1厘米。后中抬高1厘米，并向内缩1厘米。1/4腰围减1厘米，加4厘米的省量。1/4腰围加1厘米，加3厘米省量。省长9厘米，省宽3厘米。后挺缝线向右移1厘米，画省长10厘米，省宽4厘米。前裆弯和后裆弯的对角线。前裆弯长3厘米，后裆弯长4.5厘米。前裆弯，后裆弯线。按照裤长完成侧缝线。
按照裤长完成底边线。标记前后片名称，并完成前后裤片。